二，对，给老儿子点个他能吃的菜呗，这老儿也太艰苦了。馒头配米饭多好啊！馒头配米饭是吗？太难了，老儿。这是你不会吃的吗？太难了，太艰苦了。没呢，来，姨给你加个菜吧，那还能吃。别管他了吧，不吃。那你吃什么？没有了，这老爸你甭管他了，他不吃。没有那个小红红的。爷爷看着你都太艰苦了过的，每天挣钱。翠姐想个办法呗，吃点啥。这胃口了也太能吃了。别给他吃了，不要吃，不要给他吃。这吃完了，吃饱了，吃饱了吧，兄弟。吃饱就开始搓美了。你说这个想吃啥呀？啊？咋的？就要吃土豆？宝贝儿，咱除了这个米饭和馒头，还有土豆子呗。老师能不能吃？能不能吃点肉啥的呀？好吃啊！这还是土豆吃的习惯，媳妇儿。这终于知道老二和老大爱吃什么菜了。牛肉炖土豆加点活红萝卜，是不是媳妇儿？啊，那俩也爱吃。小玩意儿就非得让他姐背的，完了，他不想回家了，就跟他姐玩，逛累了呗，老二。